在我的经历当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觉得最小的时候还是黑白照片的年代，拍照其实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要去专业的照相馆。到后面我自己拥有一台照相机，这样子也能更好的创作。再到后面我自己拥有手机，而且手机的这个影像功能越来越好，可以更好的打破这种时间空间的这种限制。我过去拍照的一个方式更多的是单纯的留恋与记录啊。我女儿的拍照，她的出发点是一定是要分享，以及要更多的人互动啊，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理解。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在新的这个时代下，可能图像视频已经成为在文字之外的另外一种沟通语言跟沟通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从拍到到拍好，从硬件创新到软件算法的加持，过去的这几年移动影像在诸多功能和拍摄场景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真正实现了从还原眼之所见到超越眼之所见的拍摄体验。 5G 时代的到来使视频创作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视频也可以传达出更多的信息和情感，这可能是手机影像未来的又一次全新进化。如果说传统相机是元器件和光线的魔法，手机影像则是更小空间下软硬件耦合的艺术。伟大伙伴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维度。ZEISS是百年光学巨匠，是光学领域的传奇。我们与ZEISS的携手，会更好地在科技创新、行业探索、人文创作等多个方向开创新的合作。更高速地处理芯片，更专业多维的算法，更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更前置的用户需求洞察，都是我们要持续突破和攻坚的方向。我们的理念是人文之跃，我们也正在联合全球范围内的影像创作者一起，用富有人情味的、刻录着时光印记的影像故事，激励和赋能更多人去感受生活，享受创作，让专业医用的工具更普及，让使用工具的每个人根据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100年前，世界上只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还没有被发明。100年后，智能手机形态可能已经消失，或早已演变为其他的形态。但我相信，人们依然会渴望听到、看到、感受到。无论技术和移动影像如何演变，人们对美的追求、对自我表达的需求始终存在。当影像作为信息的载体，去突破想象力的极限，去记录美、表达自我、表达情感时，它的意义也就实现了，让更多人享受自由创作的快乐。这也是我们作为科技行业从业者的初心和愿景。